进入 SMU 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。那我跟他讲说，那你要好好读书哦。他在这间学校，啊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思维全部改变了。我很高兴的是，他会去做义工，啊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去做帮助那些老人家的义工。啊，我一直以为说，哎呀，只是是普通的玩玩的，我没有去想到说他会去做，而且他做义工，他回来他会告诉我，哦，我今天，跟一个老人家谈了什么，讲了什么，而且他又说，老人家不会讲华语，妈咪你能教我一些方言吗？我的可以啊，我们有我的方言也是有限，我跟他讲。我能教的我一定教你，所以我相信是这间学校给他的东西给他有很多的启发，让他知道说什么该是往哪里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很伟大。